向媒体并通过你这场领导，我们听一下向社会公报向幺副总指挥潘军的介绍。特大包。截止目前为止，北京市共发现77具遇难者尸体，其中66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认，11名遇难者身份还在确认之中。在已确认身份的66人中，遇难人员61人，因公殉职5人。在遇难的61人中，男性36人，女性25人，溺水死亡46人，触电死亡5人，房屋倒塌死亡3人，泥石流死亡2人，创伤性休克死亡2人，高空坠物死亡2人，雷击死亡2人。